散歩。三的第一个辅助字形，就是在前面介绍过开口向上的字形。譬如说胸、三大，由外而内。宫最高，山水，这个宫不在山之内，所以宫山水，这个是水宫山水。第二个字形是把这边切一半过来补到这边，就变成这样子了，这是它第二个辅助字形。刚刚凶加上一个足，三，三大，足，三，金，口，足，三，这个是足，土，足，三，这个是十，三，七是十三。下一个字是一，这个是一三，上面加上一变成圆，一一三，火一三。所以这个地方不要拆一足，不要拆一足，它本身就是一的辅助字形。这个是三足，由左而右。第三个山是穿下来的，这山穿下来了，所以叛逆的逆，铺并山，并山月，这是新山，新山，这个是新部，新新部的第三个辅助字形。